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？是啊，你看你横着切出来，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血管吗？是是，嗯，大小的，大大小小都有啊。嗯，拿那个圆搓一下，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？是是是，用盐搓这个比较干净一点，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。是是是，细管里面那个东西，嗯，好多杂质吗？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，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？是是是，然后它就出来了。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，还要在热水中焯洗，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，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。从牛肚到牛肺，戴阿姨根据不同的部位变换着不同的处理方式。接下来，她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。您还别说啊，我这一摸啊，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。好粗好粗。对，它那个刺儿很粗，就是都扎手，更别说搅东西的用这个吗？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。是。用刀刮吗？用。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的，是吧？是。焯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。嗯。你很难想象，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，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。你看这刮完之后啊，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，一点都不觉得拉手，很光滑，很柔软。新鲜的食材经过戴阿姨的用心处理，只需在清水中炖煮2个小时，简单的加上香料，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，汤汁清爽，